你们觉得韩国男人大男子主义吗？来看看我老公是什么样子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远嫁韩国的山东妹子何小雪。你在那干啥呢？看书呢？出来说话。我今天想睡好久。那谁看孩子？你呀。那你先把地拖了，然后给我买10个冰淇淋，买一个塞的，我就让你去。那好吧。那你拖地去吧。好好拖哈，你把最后一个冰淇淋吃了，我怎么吃啊？你把最后一个冰淇淋吃了，我怎么吃啊？我不是一会儿去买冰淇淋吗？啊，行行行，好的。哎呀，你好好拖呀，大妹子。Later。 啊？冰淇淋买来了。啊，知道啦。你快出来吃吧。啊。干嘛？我去哪儿买的？你去哪儿买的？Baskin Robbins。Baskin Robbins 这么贵的？啊。别骗我，我才不相信呢！你这么抠门。真的。真的。哦。我看看。哎，你怎么你穿睡衣去了呀？啊。你穿睡衣去了呀？你又换上衣服了？嗯。啊，行，来我看看，我看看你买的啥，你拿过来我瞅瞅呀。继续来看呗。哎呀，我瞅着，瞅着啊，百斯肯拉宾斯的不是这样的袋子，你别骗我。百斯肯拉宾斯根本不是这样的袋子，你拿过来我瞅瞅，你买的啥？要不是百斯肯拉宾斯，你再去给我买哈，你别骗我哈，我看看。没空了吧，小朋友，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哎呀，哎呀，你踢我干啥？管理，你家里管理怎么管理啊你？你说不对，不是管理的吗？啊？你看看家里这么乱的，你踢我干啥呀？12:00 PM。我来啦！哎呀，今天咋回来这么早呢？还不到1点呢。哎呀，我本来是1点之前回来的。啊，很好，这次表扬表扬你。谢谢。嗯。喝醉这样，看喝醉这样。你都已经是孩子的爹了，你还喝醉这样？因为你不打电话给我了。我打电话不是给你压力吗？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总是给我压力啊。对啊，那我这不就没打电话吗？嗯，所以我一直很开心的玩了。啊，很好。我今天我去了唱 K 了。唱 K 是什么？唱 K 就是卡拉 OK 吧。啊，你唱了什么歌？唱了各种各样的。什么歌？你唱个我听听来。谢谢姐，等一下，也忘词了吧？也不会唱了。等一下，
是收入不老好。啊？你吓死人啊！姐姐。啊，还有谁？几个人去了？我还有一个。谁呀、啊？我的朋友。朋友叫什么？嗯，叫小鲁。还有谁？没了。就你们两个人？啊。两个人就玩的这么嗨啊？嗯。对呀、啊。他请你去唱歌啦？嗯。他也回家啦？嗯，他现在回家了。啊，第一期是我交的，第二期是他交的。你花了多少钱？不到4万。哎，你不请人吃点好东西呢？请人吃了啥？哇，吃了好东西了啊！什么呀？4万块钱能吃啥好东西啊 ？What？ 哎呀，你不懂。吃了什么？哎，我有各种菜，我们俩吃了鸡肉。啊，吃了鸡肉。嗯。啊，喂，不对，不是大碗的，来些新鲜的点的。啊 ，chicken。嗯，炸鸡。啊，你吃这个。但是韩国除了炸鸡以外，在韩国里有很多鸡肉菜呀。啊。我这次不吃炸鸡。嗯，吃的什么？另一个鸡肉。什么鸡肉？你不懂。不懂拉倒。嗯，翻译成汉语叫什么呢？嗯，鸡肉火锅。鸡肉火锅我咋没吃过呢？嗯，鸡肉汤。汤的话，在汉语叫汤的话，水分太多了呗，也不太好吃。你出去给我买个冰淇淋吃行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关门了。便利店24小时没关门，你别骗我。不是24个小时。有24小时的便利店。嗯。有24个小时的便利店。便利店。嗯。这不太贵，不行。啊？你怎么这么小气？赶紧去给我买个冰淇淋吃去。不行。快点啊！而且我现在好醉了，我不能走路。你去不去？嗯。你要不去的话，下次就不让你去出去玩了。嗯。嗯。你要不去的话，下次不让你出去玩了。那下次我骗你去呗。你快点，快去给我买个冰淇淋去。快点。你太抠门了，张胜宇。我已经没有劲了。快点。啊。快去。你想吃什么呢？我想吃有在上的那个有茉莉的那个。不太懂。就那个有在上头的那个。啊，是那个。啊。啊，你快去吧。嗯。嗯。快回来，还买完了。